要我叠吗？木头，木头，叠安全，我叠安全哈。射那个真源那里，那边就哈基而已，哈基看到了，哈基看到了。OK， 这没用啊。啊，这木头好像是基础，他转全身转装哦。吧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测试吗？可以吗？测试吗？不行。你后退后退，我再射。哎、欸，我有掉了，掉了，我射不太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要直线直线退回来。这个，哎、欸，他们后面好像有人在帮忙哦。隐约隐约。哎、欸，哇，好痛好痛好痛，痛死了！哦呦，啊，好可惜，刚刚没有抢到。可惜可惜，他们人越来越多了。嗯。我有点想要拿黄金直接过去他们那边放，是可以啊，直接先把他领地给占回来。哎、欸，箭矢居然射完了，我回去拿一下。哎、欸，说，有很多箭矢，我们箭矢超多。可是我们放金砖会怎样？浪费。你摘试试。你要不要挖一个洞，让我们可以射？哎、欸，他是不是也在射？对对对，他也有了，他也有了。原来是他挖洞啊！嗯，哎、欸，尴尬，尴尬，再去混战！哎、欸，打进去了，打进去了！不行，我先跟这一个，我干掉这个。你那边很难，他们还用金砖嘞！不行啊，我不可能能够帮你。我要走了，我跑走，我跑走，我跑走了。他没有要追啊！这是他们的领地，我忘记了。我来支援，我来支援。队友，你们在干嘛？来了，我在挖地啊。我们在站旁边、啊。全身钻石装了，他们等一下就来打我们、啊。白痴，我脚滑了哦，滑了。这八七，哎、欸、不是、啊，攻箭矢的那个黄金没了。好、啊，我们现在唯一战力就只有箭矢而已。哦、我来了，去拿 TNT 好了。TNT 的方块下一轮就会掉下去喽。还有公告，哎、哦，真的耶，会掉下去。没关系，我先至少先拿一点 TNT。公告 TNT， 下一个是 TNT， 下一个是 TNT。我们现在分数虽然暂时领先，可是装备完全落后、啊。他们直接杀过来，用杀人的。如果他们整个杀过来，火焰弹跟 TNT 在箱子里，嗯，看有没有办法用打下去的。你们要敢死队再冲一波吗？好，现在他们连 Jerry 都是钻石装了，他们四个人都钻装，弓箭也没办法太特别干嘛了，用炸的吧，看要不要用炸的。好，那我去炸好了，我把装备放一放。我们有 Ender Pro 的吗？有，我直接丢过去炸。我挖了，我挖了，我挖了。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丢去哪了？是不是扔过头了？哎、欸，哦呦，被射下去了！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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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了！快抢，快抢，快进来抢！有有有，炸炸炸炸！抢抢抢抢抢！还在，还在。我来支援，我来支援。哇！我就剪掉一点。休想！哎呀！你这样分数瞬间，我们就超低了。嗯，这就是我怕的。哎，射我了！哦，哎呀，哦，痛痛痛痛痛 ！TNT 要掉下去喽！哎没得炸了，掉了掉了掉了。Enterport， 下一个是 Enterport。TNT 全部都拿走了，是不是 ？TNT 没了。TNT 对，嗯，有一点棘手啊。嗯。开啥起来？做个箱子，做个箱子。看一下有什么有用的。嗯嗯嗯嗯铁资源呢？现在要嘛你就是多占一点，可是应该还是很难。
铁资源要不要升级？还是不用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是吗？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是木头。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我这里。那你结果？想办法多升一点。我决定我要去。在耍我吗？我要去免洗啊！占分，占分。耶、yeah, ！我这边有金，哎、欸，我也有金，嘿，我看能不能够先多占几个。嗯，因为现在打不进去嘛，要赢的话就只能，或者是我从我们从他们后面。哎、欸嗯，我们后面有几个也还没占，也可以占一下。他们都目前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啊，他们可能想要农成大富豪吧。我现在绕到他们的后面去站。好、哦、可是不要死哦，死了分数就更少了。好的，是的，船长，是的，船长，这是什么？中介珍珠要掉下去喽。下一个是 Tip the Arrow 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太确定，是。换药水的那个箭矢吗？应该是。好。喂、欸。好，换药水箭矢。去哪了？我觉得被射到的好痛哦。现在的领地来看是我们比较多，他们一直守在中间那。对啊，可是分数还是有巨大的落后，想办法让全部的都还是随时是有我们的领地颜色吧。等他们进攻，其实也算，说不定也算是有希望。嗯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叠了啊！刚刚，你怎么把铁丢出去了？刚刚。怎么了？小心啊！哎，金苹果的嘞？没很久了。金苹果的。第一个就很久了。他第一个就掉下去了。好。至少做个盾牌。你们需要盾牌吗？有，我们有。后面远方还有一个白点，也可以站。那其他的点都很靠近他们，不好打。对啊，不好打。箭矢太多了。隐约在这边，隐约在这边。隐约在攻箭，箭矢那边。啊！他们要进攻啦。嗯。进攻我们其实很难打。哇！有没有射死了？连续三箭呢、欸！天啊，没有，是轮流，一人一箭那样子，连续三个。应该传送过来打了。哦，好凶哦！他守在那里，我也没有办法、啊。Leper 这是什么啊？不知道这是啥。啊！撤退，他撤退了。刚刚哇，他也在射。哎，我在想办法跳到他那边去，是有点困难。我可以弓箭帮你，但他一直也在射跟防御。哎呀，哇！嗯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前面一起来，没办法。叽叽叽叽叽，无法逆招。嗯，我真的觉得一开始钻石点太重要了。真的超重要。嗯，好吧、啊。我感觉其实这样掉下去的也不好，因为你就更少资源可以逆袭了，你就没有 Ender Pearl 啊，或者是 TNT 过去捣乱。哦，杰瑞在干嘛？啊，他这样打过来，我们基本上无力回天。团团先升级一下那个黄金，对吧？有，我现在很多个。好，看看能不能够冲到他们那边去放。那、嗯、放了你也就被打死了。哎呦，那这个比较逆超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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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雨掉下去了。
good 的 good 的，团团，小心哦！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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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或者是看他们家里的箱子有没有办法偷偷过去吧，偷一下。哇！我掉下去了。哇，左右齐射。嗯，他的弓感觉都还蛮疼的，即便都铁装了。来，我们一魂直接上中间。嗯，围殴他。现在从侧边基本上都一个人。我们还有 TNT 吗？没了，没了 ，TNT 掉下去了。怎么样？要？可是其实也上不了他，他中间都没有可以直接跳过去的了。小心，小心。哇、哦，他们剑也太痛了。对啊，剑超痛的，有没有？哈技，哈技还射，你还射？你这个火焰弹，射你，露出一颗头，照射。那黄金多到掉到地上，哎，好笑。翻转，这骰子是什么呢？没有讲。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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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样有办法吗？往一档，好，OK OK， 你回来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回去的意思啊。没好好好、哦，有要进攻吗？我来帮你一起。我们现在尝试再往前推进。你，要吗？三个人一起冲。好啊，好。啊！我又好没事，好险没有给他们。他狂射，我扑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好险！我扑到，我扑到了，好他们两个人哦。一直射，先靠一点，一直射，哇，他居然还把地板给扑起来，太过分了。他就不让我们弄啊，一跳过去就被射到。嗯，他们就一个在后面一直射，冲、欸、来了，冲过来，冲过来，两个把地板扑起来，太过分了。喂喂喂，下次以后我把你们打下去了，一命跟他换一命。黑蛙。海蛙，如果直接跳就有希望了，直接过来就可以把他打下去。啊，白痴，我中间干嘛？哦，中间你暂时拿下了，只这也是暂时的而已，一下就回来了。对啊，有，拿下来了，暂时的。你接过一下。接过，好，没有盾牌，我很尴尬，我没盾牌。哇，来了、哎、来了，想把他打下去，自己摔了。噔噔噔噔噔，下去。哦，家里的锋利钻剑，打不赢啊，看不赢啊。太难了，他刚刚剩五滴，打不赢。八滴，嗯，七滴，六滴，四滴，哎、欸，家里箱子很多，有可能可以。家里箱子很多铁，要不要一起拼一波？好，还是有些铁，再一个，给他做个盾，哎、欸。他就要来了，他就要来了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小心哦。嗯，我在挡 Z 的剑。嗯，所以你们那边现在掉了，哎、啊，钻石要掉了，掉下去了，代表要掉了。钻石掉了，哎，钻石掉了，太过分了，玩个屁啊，孩子，玩个屁啊，才刚拿到啊，时不我与，真的，我怎么会有鞋子啊？要逆袭的时候就，我怎么会有鞋子啊？算是一种保护，让你一开始知道有个鞋鞋，可能那一下子就没了。噔噔噔！不准拿鞋。
真的是越少资源越硬实力啊！可恶，没有把小雨打下去，可恶，没有把他打下去。方块会掉的要逆袭，真的就不容易，更难，对啊。小雨在那边，想要偷偷打他，你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法，跑走了。现在他们至少钻石也都没了嘛，嗯，他们把他们打下去就可以了。存的，如果可以把他们打掉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那个把周围的都挖一挖，挖的还是都挖回来，嗯，看看能不能够多赚一点分对啊，尽量少死一点。